大家好，我是董教。今天我将扮演一个负债累累、即将自杀的破产者。在我自杀前，我将给路人20万的现金。让我们看看路人会作何反应。Let's go！哎，小哥，我要问一下，你上有没有带火机？没有。那个，我想问你件事情了，就是我想跟你说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家前几天嘛，就是工厂一火烧就把火烧了，然后我们家现在破产了，我今天欠了银行7000万，然后我现在觉得我们在实现他妈一点意义都没有，然后我银行卡这里面就还剩钱不多，就还剩着。20多万，我觉得我拿这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然后我决定就把这钱给别别，没事，因为就说你还年轻，你拿这个钱可以买辆车什么的。我因为欠钱，我这个月还有还光没有，我可能就今天可能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绝对别，听我说，我们家现在欠钱的话，我就这个人在就是实际上我不能连累我们家人，所以我这些钱全给没事。你拿着，就是你现在。你觉得欠钱是连累一家人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说你真死了，你家人没事，你不要管什么，你拿着钱去买一辆车或者什么。不没有啊，对，钱你还是拿着，反正就是你还年轻嘛。如果就是有钱还会造反，但是能够分一点点，只有一次，好好珍惜自己。你要实在没办法了，是吧？跟家里人一起分吧。哎，三哥。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，对吧？就是我刚从银行出来，然后我把我所有积蓄都取出来了，一共20万。这干嘛？120万。我说实话，我天天就赌博嘛，然后欠银行现在欠了400-500万吧。然后说实话呢，我也就是不想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说实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还清这笔钱，我也不想活，我今晚我可能就去死了。然后我临死之前，我想做点善事，想问你要还不要这个钱？肯定要，死都不要。你肯定要这个钱吗？要。那拿一点。你要拿一点是吧？可以给你钱。那是不是我今晚去死，然后你也就不关心是吧？对啊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这么年轻，你怕什么？就我还不起的钱，我现在真的想死了。你要不拿着钱，你就给家人吧。我你这么年轻，你得去干点别的，你不把它还上了，能还吗？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你家住哪里？我把你带过去。送了，送了，这是你的钱，我不要。